엄마. 大清皇帝康熙赐噶尔丹之子阿米达为蒙古准噶尔王，世袭罔替。阿米达。朕送给你，朕不单是大清皇帝，还是你外公。皇帝是不求人的，但是外公求你不要再报仇了啊。如果你非要报仇，那就来吧。即使朕不在世，你也可以找他的后继之君来报仇。兰琪儿，朕还是盼着你回家。什么时候想回去？那个龙年，朕给你留下。记着，朕想你，想你。皇阿玛，这是皇上给你留下的。长大一定为你报仇。不，额娘不要报仇。阿米达，你听着，额娘要你与大清朝廷、与外公永远和睦相处，不要打仗。噶尔丹兵败如山倒，自个儿的头也被印氏砍了，插在毛尖上。由此可见，康熙对于仇敌是多么的残忍呐！所相觉得此刻恰恰是取康熙性命的大好时机呀。为什么呢？啊？就因为噶尔丹灭亡了，康熙大功告成了，整个大营都沉寂在胜利喜悦中，防备松懈。大师只要有500精兵，就可以出奇制胜，取康熙性命。后天，康熙大军班师回京，康熙御驾先行，护驾的只有600御林军。当天傍晚申时，康熙会在草岗子歇驾，那儿西面有一座山坡，正好可以用于伏兵。皇上天威所向，一举剿灭噶尔丹，末将恭喜皇上。儿臣敬皇阿玛见千载帝业为万世圣君。公主啊，是明珠啊，在。
你怎么不说话啊？朕最爱听你说话。罪臣明珠，祝天下大定，四海太平，成康熙盛世。说什么呢？皇上，你看，这是蒙古族的欢庆舞蹈，咱们也去跳一跳好吗？啊，好，来来来，走，快快去啊，来。哎，光腚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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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皇上快，快来呀，皇上。哎，都来都来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这边。好，过，来来来，快快快，好，哎。我跳得好，皇上累了吧？不累。来，哎呀，朕喝得有点休息会儿吧。但是记着，朕没醉，啊？哎，慢点，皇上，慢点，慢点，等会儿我，皇上。哎。再追！哎，哦，哎呦，好动！哎呀，真好动！哎，哎，哎呀，歇会儿。哦，哦，哎呀，哎。是我的皇上，也是我的男人。宝日啊，朕准备封你为妃，保贵妃，你和朕白头到老，一起回京城吧。皇上，我不回京城了。为什么？我要回科尔克草原，因为我父母的坟墓都在那儿，科尔克部族的子民和牛羊也在那儿，是你令我登上了汗位的。我必须回到我的部盟去，他们都在那儿等着我，等了我八年了。你们个个都要弃下朕，都要走啊！皇上，现在我身上已经有了皇上的金血，但愿我能给皇上生个儿子。你真要走？不后悔，那你就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。
听着，炮声炸响时，所有人直冲龙岗，不要与侍卫们纠缠，全力以赴，直取康熙性命。好，是，是，走。花马放心，儿臣护驾。什么人呢？好像是一群和尚，肯定不是噶尔丹的人。你们在这护驾。是。儿臣去看看。没什么可怕的，障碍伺候。是。是。这边，皇马在那边。皇马，这个老和尚是他们的首领，你看。皇马，您看，这是什么人？朱三太子朱慈炯。哦，朱慈炯，哼，原来也是个老头子。哼，皇马，你看，这是从他胸口搜出来的。啊，这不是朕吗？那个时候，你看朕多年轻啊！朱慈炯把朕搁在他的胸口上。这是和朕有不解的冤仇啊，心心相印，好生安葬他。朕，皇上，请到这边看一看。格里，他弑君篡逆。起驾回京。这。皇上，你看。那些是什么人呢？白花花的。姐，这这这。不是，花吗？老祖宗跪天了，苏巴拉姑爷去世了，相隔只差一个时辰啊！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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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皇上。Thank you.
快走！快走！走！啊！婷玉，婷玉啊！前辈，索额图他犯有何罪呀？晚生不知道。婷玉啊，既然他进来了，我就该出去了吧？晚生也不知道。我跟索额图中间不两立，不能关在一个牢里啊！晚生确实不知道。不能说的，一个字儿都不说，后生可畏呀、啊。晚生告辞了。婷玉啊，烦你奏报皇上，若要审办奸贼索额图，非我明珠不可呀、啊！我对此贼的诡异伎俩，我是一清二楚啊！皇上用得着我？臣李光地参见太子。来啦，忙得没工夫到我这儿落脚喽！啊，卑职俗务缠身，奉诏迟了，请太子爷降罪。坐坐，坐。你经办的军功银饷我已经批了，如数照拨。你奏报的奖拔官吏，我也一概照准。你拿去办吧。谢太子。哎，不晓得我以后还有没有协理朝政的权利了。趁早能办的我都给成功们办了，省得以后空叹息啊。这，光帝啊，我想问你个问题，能说的你就说。不能说的你就不说，我不会责怪你的。请太子吩咐。索额图究竟犯了什么罪，你们把他抓起来了？禀太子，这事恰恰不能说。嗯，这宫内外都闹得沸沸扬扬的，有什么不可以说的？他们大概忘了乾清宫的四字真言，正大光明。李光帝，我是皇上的亲生儿子，国之储君，皇上即使对我有什么不满，最终也会宽恕我的。而你如果挟嫌报复，非要置索额图于死地的话，那你早晚也将会自食其果的。谢太子爷教诲。你走吧。这太子，卑职有诚挚之言，斗胆奉献太子。你讲，只管讲。卑职以为，太子是太子，索额图是索额图，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，二者天地悬殊。说的是啊，好久没听到这么明白的话了。当务之急，太子应和索额图分清黑白，率先弹劾索额图，将他数十年来的污浊公诸一世，如此则是朝廷之幸，太子之福啊。你要我落井下石？古人云，欲险自保，逢危当弃，此乃上善之策呀。放你屁！满腹祸心，你以为我瞧不出来啊？啊，滚，快滚！你也配谈什么正大光明？你才是个蛇蝎小人！大哥，太子是不是想见驾？我瞧你在这转悠半天了。原本我是来给皇阿玛请安的，又想起皇阿玛可能在午睡，就进退两难了吧？不碍事，
再有一炷香功夫，华阿玛就醒了，准得很。到时候我替太子禀报。哼，如今我觐见华阿玛，也要奏报你？太子知道的，华阿玛有旨，令我昼夜侍驾。哼，侍驾还需佩剑？护驾也属侍驾之责嘛，以防不测嘛。华阿玛遇到过不测？华阿玛吉祥着呢，只不过对那些心怀不轨的奸臣，儿臣不得不加倍警惕。自从老祖宗归天以后，皇阿玛待我就冷淡了，见面也不大说话，我心里揪得慌，不知道自个儿犯了什么错呀。是吗？我可一点也没瞧出来呀。大哥，如果我有难，怕你扶撑我一把。哎，太子这么说就不像骨肉兄弟了，无论太子有什么难处，隐士都忠实于太子。索额图犯了什么罪，会把我牵进去吗？这个嘛，请你说实话。哼，不会。真的不会？不会，绝对的不会。谢谢大哥。皇上有旨，召太子、胤禓、李光地、张廷玉觐见。皇阿玛。皇上。皇上。索额图怎么样了？禀皇上，臣遵旨已安置妥当。反应如何？不吵不闹，不惊不躁。哼，还像个大臣的样子。吃喝呢？饮食骤减，据劳力说，今晌只进了一个馒头。哼，比朕强，朕今天只进了半碗小米粥。皇上，你要保重龙体呀。保重龙体？朕听这话已经成千上万遍了，怎么保重了？这么多的明枪暗箭，还是让索额图和明珠他们保重吧，让他们吃饱了喝足了，抖擞着精神，弑君篡政。满朝的文武大臣当中，属索额图资格最老了。他当年助朕剿除鳌拜的那个时候，那时候还没有你们呢。朕一直尊其为国丈，左膀右臂，视之为朝廷的栋梁。这么说吧，朕宁愿相信黄河水倒着流，也不愿相信索额图会弑君篡政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儿臣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。想当初明珠倒台的时候，朕这心里就像捅了个大窟窿，痛啊！朕指望着大臣们能够惊醒，引以为戒。不料，这索额图又在朕的心里捅了个更大的窟窿。朕这颗心也是肉长的，经不住这么捅来捅去啊。臣以为索额图负皇恩，逆天理，始于居功自傲，建制腐败堕落，终成千古恨呐。而我皇圣明断然处此巨奸，乃一大幸事。皇阿玛，儿臣以为索额图之罪尚需严查而后断。对，是得严查后断。听旨，明天开始审理索额图一案，对于他的罪行要从严追查，一点都不能漏过。也别冤枉他。卓李光帝、张廷玉在。臣在。你们俩专门审理索额图一案。遵旨。遵旨。太子应仍监审。皇阿玛。嗯。儿臣对索额图之罪一无所知啊。那你会不会听啊？带着心上堂就行了。遵旨。带索额图上堂。
图，念你年高，免跪赐座。谢了。索额图听旨。皇上口谕，索额图，无论你犯了什么罪，朕只会恨你，却不忍心杀你。朕只要你从实交代，让朕知道就行。罪臣领旨。索额图，阁里勾结诸山太子，引兵夜袭皇驾，这是不是你策划的？不，阁里大逆不道，罪该万死，但夜袭的事与老夫无关。不信可以叫他跟我对质。哼，看来你已经知道阁里死了，而死人是不会说话了。回大人的话，老夫不知道阁里死了，老夫只是据实陈述。皇上首次西征时曾偶感寒热重症，侍奉你在朝辅政。我问你，你为何蛊惑太子做提前登基的准备？这是何居心呢？请问李大人，你是在审讯老夫啊，还是拿老夫做幌子审讯太子啊？索额图这辈子审过不少奸人，断过不少重案。我看你们呐，恐怕是审不动了吧。索额图既狡猾又厚颜无耻，臣斗胆建议。说。用刑。什么？应仁，你有话说。儿臣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想怎么说就怎么说。儿臣不主张用刑，索额图年高体弱，一旦用刑只怕会当场送命。再者圣人云礼不下庶人，刑不上大夫，索额图当了40年内廷大臣，无论有罪无罪都已是黄泉路尽，井下之人奄奄一息，何必再以酷刑侮辱他呢？儿臣如是索额图的话，非得……非得怎样啊？非得咬舌自尽不可。应仁，儿臣请皇阿玛降罪。应仁啊，你的这番话令朕感动。啊？索额图有万般罪过，他还是你的外公，是朕的丈人。打断骨头连着筋，朕是个重情义之人，也不是一个绝情的人。皇阿玛，你们都下去吧。这。朕找个老朋友会会索额图。你盛世，这就叫以毒攻毒啊。昔日的名相审讯昔日的所相啊。哎，你说痛快不痛快呀？ 啊痛快。索额图，你窃据朝政41年来，先后犯下不赦之罪28款，
啊，比我明珠还多出整整18款，这些奏章都是弹劾你的。啊，擦亮你的老眼，仔细看看，明珠对你的诡异伎俩，款款了然于心，倒背如流。其一，欺君篡政，结党谋逆。 康熙35年正月17夜，你勾结俄苦扎温特马尔图少干等党徒，在府中西暖阁密谋，既知你悖乱之罪诛杀阿木图等三臣，是不是你干的？康熙36年8月初6，你在尚书房门廊下指使党人沙木哈尼造罪状，攻劫督察院九玉立，竟将他们其中5人裁撤两人流放，1人被逼自尽。康熙42年2月9日，皇上西征期间，你更是祸恶滔天，竟敢妄言圣公垂危。 唆使太子篡位，污蔑假的，全是污蔑啊！你惊慌了，害怕了，无处藏身了，是不是？你这是……哎，甭急，咱老哥俩有的是功夫，慢慢的泡吧。 你的好些个罪行还是老夫同谋的呢。哎，康熙30年中秋节，老夫到你府上赏月，你是三杯酒下肚，就竖起了手指头啊，把封疆大吏统统的划拉了一遍啊，说什么谁跟你如何如何了。 谁又跟你作对了？老夫一再建议你要暗度陈仓、偷梁换柱，你比老夫更狠呐！竟然收了下头的贿银，还罢了3位巡抚的官呐！哎呦，老夫现在想起来还心惊肉跳呢。你这事儿啊，你是主谋，老夫是你的从犯。 你是你篡的老夫，别急别急别急哈！别急，还有呢，康熙38年正月18，哎，你到老夫府上来，你掏出头一张银票，那就是50万两，第二张呢还是50万两，你说不成敬意，请老夫笑纳。 哎呦，你呀，老夫饱受你腐蚀拉拢，老夫就是被你害的，一步步堕落的。朕真是瞎了眼，就是养条狗还知道亲顺主人呢，索图。 你是本朝的第一罪人呐！还有，李光地、张廷玉，你们长得是猪脑子，你们想都不想，索图勾结朱三太子，篡政谋逆，夜袭皇驾，这些能提吗？皇上，此款档案已审明查实。 索图认了，他认，朕不能认呐！皇上，一个跟了本朝40多年的心腹大臣，朕的国丈啊，到头来，他居然想弑君，大清的脸面何在？大清的体统何在呀？传出去，朕就是个昏君呐！你们听着，这27款罪，朕。 都准奏。即使这样，索图他就是长了10000个脑袋，也不够朕砍的。皇上息怒。
还是那句话，朕不能杀他，把他关进大牢，颐养天年。